雅尼安的判决某种程度上当然会影响到说，这个判决的这个我们这个地利的矿场案的一个进行哦。即便产生了一致或不一致的状况，后续我们都会寻求上诉，或是寻求这个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做一个法律的统一解释，然后来为族人来争取他们这个应当被保障的一个职场统一权。可以卖钱？他们要拿去卖钱啊！不过这个是我们的山啊，他们为什么过来挖我们的山拿去卖钱呢？他们这样子的安全设施对我们来讲觉得安全？当然不安全。按照他们的现在所有的法令，哪一个条文都说合法合法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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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可以挖这样啊。